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那么很多人都知道，佛教徒不论是在家的教徒或者出家的教徒，都必须遵守一定的戒律。但是有人说呢，已经开悟了的禅师是可以不守戒律的，只有凡夫俗子才必须守戒律。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？开悟的禅师如果不守戒律，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后遗症呢？我们现在就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因为是在七八年前呢，这个美国的这个印度教也好，佛教的禅的系统的也好，都发生一个危机。那的危机是什么呢？就是跟女人、跟钱、跟酒等等的都有关系。那个，也就是说，在印度到美国的一些啊，就是大的所谓大师，也叫做比如说无上的最完美的大师，在印度语叫做古鲁啊。那么在日本呢，系统的禅师，有的是日本籍的人，有的呢就是美国人。他们已经是禅师啊，他们这些人都有相当大的号召力，都有很多的呀信徒，有很多的弟子。可是呢，那一段时间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美国的报纸、杂志啊，比如说《Times》、《Life》、这个《New York Times》这些报纸上、这些杂志上，通通出现报道这些宗教的大师们呢。都有女人的问题，都有金钱的问题，都有权势的问题，这些全部都这些问题出现了。因此呢，当时呢，在美国啊，有许多的人呢，本来是佛教徒，就变成不是佛教徒啊。到我禅中心来的，在我美国的我们东初禅师啊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还有几位啊，就是原来就是在其他系统里面的。这个修行的呀，哎，这修行人，他们就到我们这个东初禅寺，纽约的东初禅寺啊，来看一看。当初他们也怀疑我，说你们这里这个有没有这些问题啊？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。那将来会不会有啊？我说这个将来的事情不保证的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呢。不会有啊，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嘛，那将来不会有的。那么这个是问题，就是说一个禅师是不是啊，所以开了悟的人呢、啊、就可以不受戒律。戒律的问题大概最要紧的是啊，酒色男女，还有呢这个财产。这个金钱这些问题啊的纠葛，那么只要碰上了这些东西呢，大概就是个麻烦事。因此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，这非常强力的规定，不管是大圣的菩萨、小圣的呀，这个比丘尼一定要遵守戒律。大圣的菩萨就在家菩萨也要有菩萨戒，在家的居士一定要受啊五戒十善呢、啊，也应该要受，就是在家的、啊、这个佛教徒。那么这出家人呢，一定要受出家的戒律，不管你是什么师，你是不是禅师或者是律师或者是法师，你根本的戒律必须要遵守。如果不守戒律，那基本的你自己的一个基本的身份都不能保存，不能保全，怎么可能呢？成为一位啊，一个宗教师，能有感化人的力量呢？所以是呢，在禅师啊，是应该受戒律的。不过，我们在禅宗的历史上啊，可以看到几个例子的啊，比如说有一个叫南泉普愿禅师，照道理他应该是啊，守杀戒的，不可以杀众生的，可是他做了。他把一只猫啊杀了，有两班的出家的僧众啊
抢一只猫。那南拳禅师说，你们说，你们告诉我一句话，你们答出来了我就不杀这个猫，你们答不出来的话我就杀这个猫，谁答出来答对了我这个猫就给谁。这个两堂的僧呢，两班的这个出家人呢，都口瞪目呆，还是目呆口瞪呢，而没有话讲。结果呢，就南拳呢就拿起他的戒刀啊，就把那一只猫就杀了。那么是不是这样子就变成说出家人就不要受戒了，所以禅师就不要受杀戒了，受淫戒了，没有这回事。在一个大悟彻底的人，他们本身呢自己心中啊不需要有持戒不持戒的观念，可是呢他们一定是把持戒持得清净的。就好像是说一个是懂得法律的人，法律非常清楚的人，他自己绝对不会犯戒，而不会犯法，他对法律也不会害怕，他觉得法律对他来讲是没有用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他根本不会犯法，那么法律对他有什么用？戒是一种规定，一种限制，他已经呢已经超越于戒了，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受到戒的一种约束，但是他不会犯戒，他根本无戒可犯。因为为什么他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他怎么可能犯戒呢？所以呢作为一个禅师也好，作为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也好，作为一个得大自在得大解脱的人也好，他应该他的生活是很清净的，应该呢在社会上是受到人家尊敬的，不会呀、这个酒啊肉啊女人啊金钱啊弄不清楚啊、如果这弄不清楚的人，我说他自己是开悟的人，那实际上我用了有用的一个字，那个是误人子弟，自误误人，这个是害人了，那么自己也害了自己，不要这样子做了，我们也不要相信他真的是开了悟了。如果真正的开悟的、不会这样常常犯一次啊、如果是有一次，那可能这个是一个就是大人作六是出格的丈夫，如果常常来做出格的事，这个很奇怪啊，目的是什么啊？这是他的习气，但是他的罪恶不是他的一种大人作六，这是一种啊自在或者是呢自由解脱的呀一种表现。